啊，刚刚跟大家是不是讲了第一个案例啊？案例一吧，对不对？案例一是显示上次的访问的时间，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个图来给截下来，画这个图分析。具体的代码可以参考什么呀？可以参考。这个 NAST visit 对不对？好，NAST visit。好，并且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 cookie 的有效期，对吧？还有呢，cookie 的有效路径是这个。那 cookie 的有效期，大家搞清楚什么叫有效期？路径大家搞清楚。我们把这个呢给截过来。有效路径没搞坏。再来看 cookie 的一些 API，好，我们把这个 PPT 里边打开，注意 cookie 啊，在客户端浏览器存在时，是以一个文件的形式。存在的，明白吧？一旦到了服务器端，那么这个服务器端 cookie 就是以怎么样一个对象的形式存在的，明白没有？你看一下，我刚刚打开的时候，这个 cookie 的信息是不是一个文件形式存在的，对不？但是真正的到服务器端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目标 cookie 时，这里你看是不是一个对象的形式存在的呀？是不是啊，大家？好，每一个 cookie 都有其唯一的标识名字吧，大家，对吧？哎，value 值是可以设定的，可以设置的。那注意如何创建 cookie 来？你可以去使用构造 new cookie，有一个 string 类型的 name，有一个 string 类型的 value。我们刚刚这样是不是也这样用的呀，大家？然后。看这儿吧，这边有 set value，有 get value。set value 呢，就是表示设置这个值，对不对？get value 呢，是不是就获得已经拿到的 cookie 的对象的那个 value 值啊？好，然后还有什么呀？set max age 是不是设置它的最大有效期啊？好，get max age 就是获得已经有拿到手的一个 cookie 的有效期，对不对？然后还有呢，get pass 的，是不是设置有效路径啊？set pass 的。get pass set pass 就是一也是成对的，那这儿还有什么 set domain 跟 get domain？注意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大家就忽略不计了，这个用不了，明白我意思吧？忽略不计。好，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呀？get name 这个方法，get name。好，你会发现上边有 set value、get value、set max age、set get、set get 是不是都有啊？但为什么这个 name 只有 get name 没有 set name 呀？对，哎，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这个 cookie 的。那个 name 啊，是它唯一的标识。如果你连 cookie 的这个 name 也能改啊，那我就将来找不到这个 cookie 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它跟 API 设计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呢？没有这样一个 set name 方法，明白吧？好，
没有 size limit 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呢搞清楚啊，对 cookie 主要的 API。好，继续 cookie 的一些细节，一起读一读这话吧。一个 cookie 呢只能标示一种信息，对不对？它至少包含一个标示该信息的名称和一个设置的值 value 值，一个 web 站点，注意这一个 web 站点指的是一个主机名，明白吧？一个 web 站点可以给一个 web 浏览器发送多个 cookie 吧？哎，那一个 web 浏览器呢，也可以同时存储多个 web 站点提供的多个 cookie， 明白没有？啊，那注意，那一个浏览器一般只允许存放，这里说到是不是300个 cookie 啊？但这个值也不太准确啊，也不太准确，这都是说的一个近似的值，明白吧？近似的值，像有的浏览器，它有的浏览器它一般存取是不是允许存5个呀？存500个呀，对吧？400个，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啊，因为针对浏览器不同而不同。OK， 大家，然后再来看每个站点来最多存取什么呀？20个，这也是一个近似值，但是注意每一个 cookie 它有大小限制的，一般不要超过4KB。明白没有？但是4KB你觉得多吗？实际上很多的。你看我们刚刚打开这个文本，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文本文件啊？这个文本文件它才多大呀？看这个桌面上，你看是不是才82个字节啊？对吧？4KB 是很大很大，纯文本的数据，基本上还是够你用的，对吧？很大。好，当然这里又说到，如果创建了一个 cookie。并将它发送到浏览器，默认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绘画级别的 cookie， 就是啥意思啊？它只是存在浏览器的内存中的，你浏览器一关那 cookie 就没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cookie 就没了。那如果说你希望这个 cookie 在浏览器关闭之后仍然保存在硬盘上，你怎么办呢？你可以给它设置有效期吧，你看设置有效期的时候，我们这里 set max age 设置的是一个秒为单位的值，对不对？秒为单位的值。好，然后最后还有一点注意，删除持久 cookie。 如果说你要删除一个已经存在于硬盘上的 cookie 怎么办呢？那么你只需要将其有效期设置为0就可以了。当然你设置这个有效期为0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它这个路径，有效路径必须要一致，否则是删不掉的，听明白了呀？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啊，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呢就把它给 copy 一下吧。